定想看一下吗？不，我不看。我不信任你，还能信任谁啊？你直接给赵倩送过去，他现在要人平事呢。你去，就等于是雪中送炭。外婆现在记性不好，她要是重复问你问题，你就多回答几次，别不耐烦啊。她病情我没告诉她，你别说漏嘴了。知道了妈，发现你这记性也不太好啊，你跟我说了多少遍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一会儿外婆吃了我给她做的那个蛋糕，她说不定一开心病就好了。蛋糕比药还灵。那有可能。傅女士，嗯，今天早上老太太吃完早饭就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我们也找了很久都没有找着，不知道。妈，嗯、妈，这是个外婆呀，还戴着顶帽子。是，哎，能不能把门口的监控调给我看一下？可以。他这要去哪儿啊？那赶紧报警吧。好的，我去联系啊。我妈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表现？没有啊，一切正常。她还跟我们聊天，说起以前你父亲的事儿了。说我父亲的事儿？他是我们不会照顾人，说起以前您父亲生病的时候，他是怎么照顾的？走吧，咱们开车出去找找。斌总，哎呀，赵总，您出差回来了？昨天晚上就出差回来了，我收到了你的整改方案，看了一个通宵。哎呦，嚯，那您可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是你辛苦了。这次大家都辛苦了啊！看了大家的整改方案，做得特别好，一针见血，数据准确，方法切实可行。我已经把这个报告报到了集团总部，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报告进行彻底的整改。还有，我给大家申请加薪。谢谢赵总。等一下，这一次的主要功劳都是靠边总，我们给边总鼓掌。哎，谢谢边总，谢谢边总。没，这还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这次啊是大家没日没夜陪着我熬出来的结果。我们部门要不是边总身先士卒，我们怎么能这么努力呢？行，那我就不打扰大家了，我还有个会要开。袁总，辛苦了。啊，谢谢谢谢。那行，那大家休息一下。谢谢袁总。林妈，嗯，我外婆会不会要去老房子呀？很有可能啊，你看监控里边他戴的那顶帽子是当年你外公送给他的，说明他的意识很可能回到了那个时候。反正咱们先去老房子看看吧。哎，妈妈妈，那我外婆这买菜那边。知道。你干嘛呀？别，你现在不能去。你去了，你跟他说什么呀？我让他跟我们回来呀。那怎么行啊？他要是意识已经回到了那个时候，他突然看到你，脑子就乱了，肯定会出麻烦的。那你去吧。我也不能去吧。啊？哎，这样，你先下车，你跟着他啊，千万别让他走丢了。行。我回趟老房子，你看他在那儿买菜，也可能是想回去做饭呢。知道了。你注意安全啊，跟我保持联系啊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。这个包
子新鲜吗？是这两天的。早上来的。哦，早上来的新鲜。自己自己看一下。一会儿过来买啊。好好好，那走吧。哎，好。你坐。我，他从外面买的。我减肥，这是有碳水，有蛋白质，营养足够。还没听说哪个女的不减肥呢啊！领导，我知道我不该问，但是我实在是搞不明白，为什么视频没有公开？为什么没把朱生豪开了，是吧？我是搞不明白，你到底是站在廖总这边啊，还是站在赵总那边？哎呀，这该怎么回答你呢？就比如说吧，土豆、牛肉、西红柿、米饭，那你说是单独哪样好吃啊？反正我觉得是混在一块儿是最好吃。有的东西说不了那么清楚，明白？我明白，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反正你啊，不用操那么多心，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哎，有了业务量，到时候自然升职加薪，是吧？我也不是全冲着升职加薪来的。那你冲什么？冲着你啊！我是冲着有跟领导学习的机会嘛。嗯哼。在公司里边，什么都可以学，就是拍马屁啊，这个不用学。嗯，尤其在这时候，公司里边龙争虎斗的时候，最容易损失的就是咱们这种虾兵蟹将。你可不是虾兵蟹将，是龙是虎，你都照单全收。哟，这么巧，哎。最近公司挺热闹的，公司这有人的地方就热闹了。评估我已经做完了，再加上我跟赵显的关系也不太方便再顾问公司的事儿。杜晓，哎，来了。李总吃饭呢。赵总，这位是 Lucy。Lucy 你好。你好，杜小姐。行了，别寒暄了，这里的餐真的不错，走吧。李总走了。好像有点老了哈，不会老的，因为现在它是刚出来，它才有带杆儿。哦，好的，这个称好了吧？这个称好了，来先给你吧。花菜也是我的吧？花菜是你的。哎，好，我刚才钱都给你了啊。嗯。
喂，喂妈，那我外婆买完菜了，再往回走了。啊，这么快啊？我这儿都还没收拾好呢。行，我知道了妈。那个你尽快吧，我来拖住我妈。哎，老板，你能帮个忙吗？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阿婆阿婆，那个我们的蛋糕店试营业，邀请您试吃我们的新品。你是？啊，我是这个蛋糕店的员工。我回家要做饭，我时间来不及了。不是阿婆阿婆，你听我说，我求求你帮帮我吧，我们老板给我布置任务，你就试吃一下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付钱的。我就帮你一次啊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阿婆我帮您提。阿婆，你先尝尝这个。蝴蝶酥特别的好吃，我尝一点就够了吧。哎呦嗨，酥脆香。那个阿婆还有这个老婆饼，尝过了吗？不不，这个也很好吃的。那个阿婆，嗯，这个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品，你再尝一下，我求求你了，还有很多的新品呢。你还有多少啊？就一点点了，阿婆，来来吧，来。哎，好好好，那我自己拿着自己东西。好，来，我帮您提。我自己。阿婆，如果您吃了我们的甜品都给了反馈的话，就是我们店的 VIP 会员了。我们店的 VIP 会员以后你来买的甜品全部都是八折优惠，而且还有糖水送的，阿姨。你这是免费的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，真的是免费的。不要耍什么套路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老太太没钱。不不不，这不真的，真的是免费的。阿婆，你看你刚刚吃的是海苔味的，这边还有这个原味的，原味的也特别好吃。是挺好吃的，小伙子你。来，这个真的特别好吃。嗯，这个肉松的，我觉得它。不，我吃的是肚子了，肚子已经装满了，我不能再吃了。这，我跟你说啊 ，VIP 我也不要了。这样，我回去我要做饭了。但是我要表扬你，你做的蛋糕确实还挺好吃的啊！不是，我以后会常来啊。回去做饭去了啊。那你慢走啊。哎嘿嘿。喂。喂妈。我真的尽力了，我实在没招了，我外婆开始往回走了，估计五分钟吧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这儿已经都差不多了。这样你先打个车回家啊，我把外婆安顿好了我就回来。哎，董小姐，我们显哥对你怎么样啊？他要对你不好你告诉我，我收拾他。你那么厉害。我们俩好着呢。 Amy 这周六晚上在老地方举办一个 party， 你带着董小姐一起去呗。我们就不去了啊，你们自己玩得开心。哎，别啊，我想去，我也好久没有 party 了。快去啊！别走。哎，来，我拿，我拿。快点！边总，小心！哎呦呵，这怎么一下都上来了？我们临时通知要和策划部开个会。没事没事，喝。
边总，我喜欢你。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。不是，我已经结婚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，没想别的。哎呀，喝咖啡搁那撒地。您不会是第一次被人表白吧？不，没，怎么会呢？那我不会是吓着您了吧？啊，没，就是刚才那个人有点多，这有点热。是这样，可能这段时间我们在一块儿工作的待在一块儿比较多，你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哈。但就是像你年轻嘛，也很正常。这个，边总，哎呦，边总，哎，还没到呢。啊，不，我逛逛。逛逛，他怎么了？有只蟑螂。蟑螂！哎妈！干嘛？怎么了？我最怕蟑螂，哪儿啊？在这儿呀，我在家呀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来，快进来。我去买菜了，给我。你说，哎呦，你都不知道，这一路上我碰到一个，长得瘦瘦高高的，哎呀，面目清秀的小伙子，他一定要我吃他店里的蛋糕，吃了两块三块都不够。哎呦，他使劲的往我嘴里塞，我一下就塞饱了。哎呦，这吃到撑的不得了啊。哎呦，不对呀，我得给你爸爸做饭呢，他在医院里，他饿了还得等着吃饭呢。好。哎，好嘞，赶紧做饭喽。好，炒青菜是吧？还有豆角是吧？哎，对，先把这两样夹出来。妈，我爸病好点了吗？下个星期可以出院了，该好了。你对他可真好。哎呦，他这个人呐，年轻的时候啊是长得又高又帅，浓眉大眼的。哎呦，当时好多小姑娘都追他呀，他的眼睛就盯着我呢。我当时啊，真是我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对他不感冒。他呢？又给我送肉，又给我送菜，完了约我看电影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八个样板戏多难搞啊，票很难的。结果他轮番的让我八个样板戏看全了。哎呦，我真的被他感动了。最后我答应他啦。你嫁给我爸后不后悔啊？从来没后悔过，没有。哎。你说他这样的好男人，哎呀，太少了，工资不少挣，家务活也不少干，哎呀，他都听我的，这样的好男人上哪儿去找啊？
你以后啊要嫁人啊，就得嫁像他这样的男人，千万别找个大男子主义啊，光顾着工作啊，不管生活，不顾家庭，明白吗？嗯，我明白。嗯，你要快点啊。好好好。严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严总，方便吗？方便，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是这样的。我们部门啊，最近又多出来一间宿舍，您看分配给谁合适啊？哦，宿舍呀，那原则上是不是就谁需要呢？啊，给最需要的人呗。你有什么意见？我觉得文草草挺合适的。哦，是吧？您看他是新人，工资最低，家住的又远，来回上班要两个多小时呢。哦，文草草哈，嗯。您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我再问问别人好了。我听您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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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意见。你给他也行，不给他也行啊。要不如果没有别的人再申请的话，就给文草草，这样行吗？没问题，这事你定就行啊啊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边总。啊？电梯的事儿我已经跟物业说了，让他们重新消杀一下。消杀什么？蟑螂。蟑螂？蟑螂？啊！你是不是开错了呀？怎么越开越远？好像刚才是路过了吧？啊？不会的嘛。去医院那条路在修路呢，我绕道走的。现在这马路两边修的都一样。你要是困了，你先闭会儿眼睛吧。一会儿到了，我给我爸把饭菜送上去。我不困，我没事。你爸还等着我给他送饭呢。你坚持坚持。你别说，你这眼光还真不错，真的还挺好看的，我觉得特适合你，你看，是吧？好看。那钟钟，要不然一会儿我带你去学滑板吧，你不是特想学滑板吗？没有，我跟英国的朋友都说好了，到时候回英国学。也对。是不是英国那边的教练更专业呀？我不大懂。反正爸爸也没时间陪我。哎，咱去买吃的吧，肯定有很多英国买不到的吃的，你又想吃的，咱们都买上，省得你到时候馋。我爱吃我爸炒的盐焗花生，还有他卤的酱牛肉。之前每次回英国，他都会给我带，只是
最近几天他不想给我做的。你不知道，你爸现在工作太忙了，他都好久没有下过厨了，就他那点厨艺早就忘干净了。他是怕他自己做的不好吃，到时候你嫌弃他。他就是想在你心里永远保持一个就是那种特别完美的那种父亲形象，所以特别害怕露馅儿。幼稚。这样吧，这周末咱们在家摆一桌吧，到时候我让你爸下厨给你做几道好吃的，把你的好朋友都叫家来，咱们也热闹热闹，算给你送个行。好是好，但我在这也没啥朋友啊。你不是跟边小芳挺好吗？你可以把她叫来呀。正好她在学烹饪，可以帮我们家里做点菜什么。帮忙就不用了，你就让她来陪你玩。嗯，那就说定了。嘿嘿，来，你快吃点这个提子，据说补充维生素 C 呢。哎，辛总啊，怎么听小芳说今天姥姥从养老院跑出来了？是啊。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跟你说你也没辙呀，还影响你工作，这不找回来了吗？哎，这么下也不是个办法啊。咱们是不是得给他找一个专业一点的什么护理啊什么的？我妈那性格，你现在给她找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，她接受不了啊。是，哎，我说这个可真得重视，因为这段时间我反正知道这回事了以后，我就查了好多资料。得了这个病症以后会有什么呀？一开始是短暂性的失忆，然后有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他容易走失，找不到家。今天就差点丢失，哎，还真是，而且说是，好像是。眼前的事儿容易忘，最近的事儿容易忘，哎，越是以前前一年的事儿反而记得清楚。今天他就跑回老房子了，医生说老人回到熟悉的环境里更容易找到安全感，对安抚他的情绪、延缓他的病情都是有帮助的。嗯，要不咱们把我妈那个老房子装修一下，让她住那儿。哎，可以啊，你想那老街老巷他住了这么多年了，那最起码他有安全感，是不是？对，把我妈接过去，然后呢我过去陪他照顾他。不行不行，那小芳怎么办啊？最近他刚学习积极点儿，那也得我看着他呀，小孩没长性。这孩子确实不让人省心。来了，李小哥来了。Hello, hello. 赵总，哎，小哥，谢谢大家。赵总，哎，小哥来了。好，我们到里去。你来了，刚来。姐，你也来了。坐吧。我去玩一下。你说咋整呢？这是不是就是人到中年？这就叫上有老下有小。你看小芳那个蹭蹭蹭蹭蹭，像都比我高一头了。你说，太快了，这时间。他长大了，我们都老了。你说以后咱俩老了去哪儿住啊？养老院。呵呵。哎，可能指望不上小房啊。哎，咱把房子卖了，
咱环球旅行呢？那也得身体好，要我跟我妈似的得了那种病，只能住医院，你照顾我。你可别瞎说，这又不是个遗传病。你知道我妈今天回老房子干嘛去了吗？嗯。做饭。她要上医院给我爸送饭去。哦。他这记忆回到那时候去了。是啊。哎呀。哎，可那时候不对啊，那时候他俩不是都已经分开了吗？我记得那会儿让我妈去医院看我爸，他死活不去，他说我爸是个负心汉，对不起我们，还说他活该。那怎么办？我今天也问了医生，这不是在查资料吗？有一种说法啊，说记忆出现混乱的时候，大脑就会补偿性的修复过往不愉快的记忆。我觉得可能我妈是把我爸以前对她的不好全忘了，只记得我爸对她的好了。哦，那这么说起来，这病也不全是坏处啊。哼，带着人生最美好的回忆走完最后一段路，哪怕是幻觉，多好啊！我就希望等我老了以后也能这样，只记得你对我的好。哎，那当然了，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呗？那谁知道啊？谁说的这个？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？你却总笑笑不开口，想护着你成为你的依靠，不想让你受委屈，却不懂逗你笑。你传递的信号，我总是忽略感受不到，让你的笑越来越少。对不起，如此笨拙的爱你，别怀疑，你是我全部的意义。有一天老去，生活点滴全部都忘记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不喜欢这里啊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吵，有点耳鸣。生气了？没有，我生什么气啊？不过你刚刚在里面打碟跳舞的样子，我好像感觉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一样。刚才在台上打碟的那个是我，平时生活中的也是我。那你会不会因为想要迎合我而压抑你自己的另一面呢？不算迎合，应该说是刻意的回避吧，因为我怕你不喜欢。但是我想着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我今天带你来，让你知道全部的我。这是全部的你吗？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不知道的一面？你看吧，你就是生气啊。真没有生气，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行了，不说了，咱们现在就回家。真不用，接着玩吧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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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真的不玩了，走走。真的，哥，走了啊？哎呀，正嗨呢，接着玩。去吧，你快去吧。到家了给我信息啊。嗯，快去吧。到家给我信息啊。走了啊。郑州，还没给我介绍这小客人。啊妈，这是我同学边亮的儿子边有方啊，郑州好朋友。啊，那也是给郑州来送行的。对啊，我还专门学了一道甜品做给郑州吃。那么能干呢？哎，鱼来了。你怎么又下厨了？妈，他平时在家不做饭，今天就是为了给郑州露两手，特别难得。
可能对我来说难得吧。来吧，吃吧。哎，妈，您先说两句。那行，我孙女钟钟要回英国读书了。在国外，自己要管理好时间，要注意自己的学习兴趣，知道自己的未来，注意安全。嗯，不能再说了，再说奶奶该哭了。祝我孙女学习顺利啊！谢谢奶奶。哎，小芳啊，好，来，谢谢。小芳，这个呢是你于叔叔的拿手好菜，尝尝好不好吃？我爸做的鱼可好吃了，不过他难得做一次，今天正好给你赶上了。确实好吃啊，于叔叔，可不可以把这道鱼的菜谱传给我呀？那可不行啊，你爸也爱吃这鱼，我交给你，以后你爸不找我了，爷俩想吃上我这吃来。行，以后我经常来蹭饭。我真的是太羡慕你了，你爸跟我爸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我爸连个炒蛋都不会做。小芳，你爸做饭做的不好吃那是有原因的，你妈妈做饭好吃吧？啊，就是，所以你爸做不好啊。来，吃吧。吃啊。妈，你也尝尝我做的鱼。嗯，趁着小芳不在家，好不容易过个二人世界，你就请我吃拉面啊？嗯，这不是为了祭奠一下我们朴实还有无华的爱情。我订了过一会儿电影票，时间短，咱们就吃这个，还有二十分钟。爱情片啊？谁演的？那个有光头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葛优。那不是葛优，那胖胖的那个。郭冬临啊？哦，不是，啊，徐峥。徐峥演个爱情片能好看吗？嗯，里边还有马伊琍啊。哦。嗯，那我想看。嗯哼。那装修，我就不请装修队了啊，他们报价太高了。咱们今天出来，各种烦心事儿都不提了啊，就是开开心心的。来，干一杯，祝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来，嗯，小汤不错。嗯，对了，这个甜品什么时候上呀？我现在就去做，马上就能好。好，钟钟，嗯，借机会赶紧学学啊。对对对，帮帮忙。记住了啊，谁会不如自己会。谁有不如自己有啊！好了，知道了。嗯，那哎，那我也帮帮两个孩子。小孩子让他们自己去忙去，大人有大人的事儿。啊，坐着。嗯，那物流公司筹备的怎么样了？各方面都筹备的差不多了嘛，就等资金了。追加投资的事儿，董事会内部现在意见还不太一致。所以你要不要考虑第二套计划？哦，那不行的话我就去银行贷款吧。你贷多少啊？这可不是小数目呢。那你这个李曼啊，余光创业是他自己的事儿，有什么问题包括有什么困难让他自己去解决，你还有我都不要参与。我就是想帮他。帮他没错，但作为妻子，照顾好丈夫，管好家，照顾好孩子，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，就已经是帮了大忙了。我觉得我把钟钟照顾的还挺好的。那个妈，我们都知道了啊，李曼她心里也有数，对吧？这你们俩也五年了，没打算要个二胎啊？嗯，不着急。是你不着急还是他不着急啊？这不是也没怀上吗？是他有问题？
那去医院查了吗？不是妈。不是说年轻容易怀吗？这也不一定啊，看来。有一天老去，生活点滴全